你说这事神奇不神奇哈？昨天我不是发了视频说五块钱脑袋刮的疼，昨天晚上咱们家有位那个粉丝大哥就私信我，他是那个医院里大夫，告我说妞五块钱这个症状可能是供血不足引起的，跟他血压高有关系。他说你找个热水袋给他弄点热水放在这脑袋后头震的，一直震到水不热了就完事儿。我昨天按人说的整了个热水袋给五块钱震上了，今天一觉睡醒脑瓜子不疼了，恢复正常了，七块钱买个暖水袋解决了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看看咱们昨天倒进去的海参，经过这一天看看大了很多了吧，再泡两天这个箱子就放不下了，就要给它分成两个箱子。看这个更大，这几个更大，我的天哪，这几个更带劲。看看这些上边这冰，冰都这么厚了，这个也长大了很多，给他们换水。完事，水已经换完了，这是早上的，等到晚上再换一遍，一天换两次。开始打包快递。送上一包小木耳。春暖花开万物复苏，又到了打哈欠的时候了，是不是一到了春天就感觉这个人没精神，有的时候还犯困，迷迷糊糊的，是不是？喝这个一天一包，让你精神百倍，每天上午冲一包，19.9啊，拍一个这个，来妞再送你一盒这个，再送你一盒这个，19.9，收到三盒，下单马上发货。春天了，我也给你们做点福利，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支持。叔叔阿姨哥哥姐们需要啥的哈，你们自己个点开妞的主页，进到咱们家店铺，你们下单，妞给你们安排发货。